青椒炒肉丝。最火的家常菜之一的青椒炒肉丝，不仅青椒口感爽脆，焦香浓郁，同时肉丝咸鲜嫩滑，摆脱掉传统炒青菜当中肉质干涩的口感，让你在家中轻松烹饪出美味家常菜。您需要准备的原料有柿子椒、猪通脊肉，调料有鲜酱油、淀粉、葱姜蒜、料酒。如果在家里我们炒一青椒炒肉丝，肯定会拿五花肉。啊，对啊，今天你找的可不是啊。但是饭馆不可能是五花肉，它都是瘦肉。为什么不用五花肉呢？人家有些人你因为家里你我喜欢吃这个，饭馆说肉丝这么肥我不吃。哦。对吧？所以说，但是饭馆的瘦肉，那就得上姜。其实我在我们饭馆，这一肉丝上一盆，上姜哈，搁点料酒，搁点盐，搁点鸡蛋，上完姜，炒个鱼香肉丝。啊，抓一份儿，开点木耳，拍点粉丝，一炒，这都是这一盆肉丝了。哎、炒个肉丝，炒蒜苗，跟这类似了啊。怎么炒？一过油一滑，对，滑完以后连柿子椒一块儿呱唧倒进锅里了。哦，是这么炒的。滑完以后一炝锅，一翻勺点点芡，哎嘿，这青椒真好。真好吃。等会儿，石大师，所以您说了半天，意思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在饭馆觉得这个青椒炒肉丝味道还不错，主要是因为人家大量的用了油的效果，上浆过油。那所以今天我明白了，您肯定是要跟我们这些家庭主妇说一说，我们在家里就不要使那么多油，就能把这个菜炒好的方法。那我就教教大家这个啊。好，青椒炒肉丝。这个青椒炒肉丝顾名思义是青椒多肉丝炒，是的，对吧？是的。肉丝炒青椒，有时候我去饭馆上来肉丝炒青椒，就有一两肉丝，一大盘青椒。我说你这肉丝炒青椒啊，其实这个开不起玩笑，这是一个，实际这是一个饭馆的忌讳的事儿。如果说肉片炒青椒，肉片一定要多。就是你要名副其实。但是很少有人说青椒炒肉片，对，不好听。对，听上去听上去显得不是维权意识强的他就给他较真了。对对对，维权意识不强他不说。你这到底是谁炒谁呢？你知道我这经常不动刀，动刀也麻烦啊。是这个瘦肉给骗了，在家里不好骗，家里干脆我教大家出去就冻成沙冻，沙冻了直刀切就完了。但是记住，在家里切这个肉也得看纹路，横切牛羊，斜切猪，顺切鸡和鱼，对吧？因为牛羊它得断筋切，是那个猪肉呢，相似于鸡和牛的中间，纤维没有那么厉害哈，斜切，对吧？我们就是我切点肉丝了啊，在家切完鸡肉有从上头片，有从下边片的啊。这是说如果是鲜肉哈，所以刚才石大师说家里要有那个化冻到一半的那种切是最有从上面片，还有安全，还有从底下片的啊。但大家记住啊，千万别学我，因为这个在家里家政府就不好骗，明白吧？你看，就是从底下骗，我觉得好像还相对安全点。安全点，是吧？但是也他掌握不准呢。就是家里现在都塑料墩子，你明白吧？他打滑，我们这个是木头墩子，你看就得平。对，这刀刃万一要一偏，就容易弄到手，对吧？所以它挺要。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在家里头可以慢慢切啊。现在很多啊，其实啊，现在就是你到超市里有切好的肉丝、肉丁，对啊，肉片都有，特别省事儿。是，直接买回来就可以做了。所以今天是要上浆的，对吧？要上浆。我在家那个不是半化冻的状态下，我切的时候是方便了，但是我不能在它没有完全化的时候去给它上浆。那可不行，那可切不行。对，这充分化了以后啊，然后把水还要撇一撇出去。对，攥干水分，搁点料酒，搁一点盐，拿那味儿，那叫拿底味儿。完了以后呢，搁一点鸡蛋清但是我建议不要搁鸡蛋黄，鸡蛋黄它能使肉丝发起来，知道吧？它不滑嫩，所以把蛋黄摘出去，对对对，用蛋清来上糊，你看这个上浆就行。这个我们这柿子椒，它有些人这么切，这么切着不退，应该是这么切。我原来就那么切过。你原来这么切成圈的。您怎么又骗呀？您不说骗不好弄吗？把这个。哦，您是在家里的也无所谓。对，在家里就这么着啊，咱别糟践东西了啊。直接切细丝。对。其实刚才您是准备做那动作，是想把这个里面的那个带筋的那个部分给它习惯了，已经在饭馆明白了，就是但是在家有在家的标准嘛。对，
得。对了，要是饭馆，我们吃着那个里面有那种地方，我们可能就会挑。对。在家就肯定不会挑。对。那谁好意思挑啊？嗯、你挑你来做嘛，对吧？对。嗯、在家都是这种思路。对。嗯。第二步，我们这个先切点。马味上姜是吗？哎，切点葱姜。嗯。这个就切点葱丝。啊。嗯。我待会儿能来做那个马味上姜的那个、嗯。好好，可以。你还真得练呢。我们这切点姜丝就行了啊。嗯。嗯。肯定是不用蒜了哈，蒜跟青椒实在是。对，应该是不用蒜了啊。其实炒素菜的东西，除了蒜蓉用的，很少用蒜。我到人家去炒蒜苗还是蒜的，我说这不重了吗？那也吃不出蒜味来呀。你上个家、啊。哦，开始、嗯，开始了。啊。那不是应该先搁点盐不？少搁点盐。嗯嗯。这叫加了前调味儿。是不是应该先抓一抓？啊、对。料酒。这个抓的抓。料酒你不粘吗？搁点料酒不就？嗯。好。这个抓的作用实在是除了让这个味道进去、嗯、还有什么好处呢？均匀呢。嗯，哎，鸡蛋清、嗯、好嘞。其实严格的说啊，嗯，炒菜的这些肉都不应该放鸡蛋清，知道吧？啊，因为我们怕家里有时候掌握不好，因为菜呢肉它憋，是、啊、放鸡蛋清都特别滑嫩，叫滑溜里脊片啊，啊，溜鱼片啊，对呀、啊，等着比较滑嫩的东西，那光是肉的东西，严格的说啊，嗯嗯，但是家里头掌握不好，你就可以搁点鸡蛋清，怕它老，对吧？主要是怕我们掌握不好火候，对吧？对，来，我来吧，我来吧，好，你看，嗯，你看我，这个我还是太劲道不够。这鸡蛋清一定要抓匀啊，嗯，抓进肉里去，它才起嫩的作用呢。嗯，你要不抓匀了，一过油一咕嘟一下出来了，麻烦了。就变成一堆蛋清在外面。对对对对，你看，嗯，还是得再使上点劲儿。我们这搁点湿淀粉吧，因为这个，记住啊，炒菜这个上姜啊，绝对姜不能大了。嗯，知道吧？这个怎么就能不大了呢？比如说薄薄的一层，嗯，这跟那个像鱼肉丝还不一样。反正总之就是，你千万别说这个地方这个要上姜了，所以就直接抓点淀粉搁。啊，这不真不是，你用干淀粉抓的不？千万不能那样。嗯嗯，湿淀粉，因为你还能掌握着点多少。而且呢，大家记住啊，一定要看看，别粘，一粘你下锅里它就抱团了，对不对？我刚才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给你说出来吧。那还有一个，你搁点油。啊，我给你点油。在家里有时候舍不得搁油，其实啊，点一点油，行。嗯，这点油的作用是？啊，它就不粘了，润滑的作用，对吧？嗯。放点油，你看它不粘了哈。你看，你看，你看。对，刚才蛋清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跟您说呢，对，它抱团了怎么办呢？但是我们跟家炒的菜啊，嗯，时间不要过长，说烧先搁着吧，麻烦了，一会儿都粘上了。明白了，抓完了赶紧，对，赶紧，那我就开火了啊。对，肉丝下锅前，先加入盐、料酒调味，之后加入蛋清、湿淀粉和油，使劲抓匀，防止肉质变老。我们仔细看现在的操作流程，现在石大师把火做上了，但是并没有倒油，因为锅并没有足够的热。你看，一定要热锅凉油。嗯，现在、这个、在家里做菜特别忌乎这个，有些人跟家做不好菜，肉一下来，哎呦，咔着咔着，全都扒在上头了，扒在上了，这是最危险的。所以热锅凉油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叫黄金的一个原则在厨房里？而且还有说不粘锅，不粘锅也是热锅凉油。嗯，所以家里他害怕，是吧？这。他怕什么呢？他怕着了。他怕什么呀？他怕着了。啊，他怕锅着了啊。哦，就是那个锅的温度太高了，下好多油容易那样，是吧？对。是啊，是万一真着了怎么办呢？在家。家着了有灭火毯。你看。不是，认真点说，万一着了可以拿那个湿抹布稍微打。千万别沾水。不能沾水啊。对。哦，对，有油。嗯。你看。就是晃了一下，嗯，我再把这油倒回去，拿勺子啊，我们炒到习惯了，用多少油？嗯，看看，看看菜量哈。嗯。嗯，
所以刚才这一下、嗯、其实就晃了一下，对，就涮了勺了，它这个锅的那个就被润过了，对，嗯，你看啊，嗯，这里油热点，好，如果油太温了下去它泡了，这肉丝这个油温应该不低啊，刚才因为是开了一下火了、嗯、好，大家看啊，嗯，你油太低了它下去温度降了，嗯，它脱糊了，你看，但是你看它没抱团，哎，它还是很利落的啊，嗯，这个跟刚才抓的合适，还有你看这个我为什么要拿筷子大家知道了吧，啊，不拿勺子我就搁浇着，你那它活动不开，嗯嗯嗯，就是拿筷子就给、这个、打不开，它们就露面条拿筷子啊、嗯嗯、哎，你看把埋了，嗯，这会儿我们要下入葱姜，你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下葱姜呢？对啊，这肉反开了，来上入料酒，好，下入青椒啊，这就下青椒了。对啊，小姐看啊，那不就是冲着结尾去了吗？啊，不不啊，还没有。大家看这个啊，这肉丝特白吧？你看啊。对啊，这个有两种炒法啊，嗯，一种是放酱油的，一种不放酱油的啊。我们今天是放酱油，对、啊哦，对。酱油拿过来，嗯、放入盐。嗯，放鸡精，好、嗯、放入酱油，如果说没有鸡精我们就不放啊，你看有什么区别呢啊，嗯，还有一个啊，我们可以偷点芡，我们偷芡的目的是老说这个饭馆吗，说特别滑润吗，嗯嗯，他们就是偷了芡，对，你说偷芡这个状态找的也特别好，就是做了又不能让你们知道，嗯，好，叫偷啊，出套，说时迟那时快，哪快，你看啊，我觉得您的那点酱油上的也特别棒，对，这个酱油又多了就把青椒味给盖过去，黑了，这个真的挺难掌握的，要没有酱油的话有两种煎肉丝，我们在饭馆有种白的，对吧、嗯、对啊，有种带酱，其实还是带酱油的好吃，但是到底搁多少，是啊，我刚才就这一下走神了，如果说在家里头掌握不好，我们可以滑肉丝先把酱油搁肉丝里头，酱油淡黄色再把青椒搁里再炒也可以，哦，这个好，是吧，它省得掌握不好，我们就是特别爱您说这样的事情、嗯、让我们觉得老是有余地哈、嗯，不会一下就没有回头路了，哎，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家常青椒炒肉丝的做法吧，一，通脊肉切丝，加入盐、料酒、鸡蛋清、湿淀粉、油，上姜抓圆，柿子椒横向剖开切细丝备用，二，热锅凉油放入肉丝炒制，当肉丝炒散变色时，然后放入葱姜丝翻炒均匀，然后加入少许料酒炒至出香，三，放入青椒炒制，然后加入盐、鸡精、酱油调味，最后勾少许芡即可出锅，太好了、嗯、好，这个普通的菜也可以做出大师范来哈、嗯、对，那